哎，你好，美女，哪地方有非常好吃的早餐？早餐附近的话没有，你要吃的话得去镇上那边找一下了。大家好，我大刘，遇到丁总了哈，丁总叫我给忽悠起来了。哎，我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家起的就是早，五点就把叫起来了。哎，丁总，你知道你打忽悠多香吗？你知道我那小身板能撑起劲吗？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是因为你打呼噜睡的觉吗？震天响哟，不是，你有多香，你有多香。你还打呼噜，你睡着时候俺知道。咱背出来了，丁总来。我给问了啊，在这儿没有早餐？没早餐，没早餐，没早餐，没早餐啊！没早餐都。我一早把丁总呼起来吃早餐啊，没有早餐哦。这什么树哎，那么老高下？芭蕉树。这是啊。就是山蒲扇，你看跟蒲扇一样嘛。蒲扇没那么大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出发到万宁，上万宁了哈。咱们得上车，先放这边吧。水冲嘛，马上就到了。大刘，你干啥的？回去先第一站是洗澡。站住吧，洗屁。到喽！海南万宁，我来了！海南的大海沙滩，我又来了！看到海南的沙滩大海哈，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哈。三年前在三亚留下了遗憾，当时哈我是一个初学者哈，就是拍视频的初学者，第一次大王成功上了三亚哈，当时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。在三亚留下了遗憾，有很多很多哈没看没吃没实现的东西。当时我哈就再放眼的时候，剪视频剪视频再剪视频，就是我们打算哈，就是这次好好享受这个海南，享受这个沙滩，享受这个热带气候。等我们回家以后哈，慢慢剪视频。完全放空一下哈，真好。此时此刻哈，我就想哈，说哈没带孩子来，真遗憾。过来办手术的哈，今天跟大杨一屋哈，坚决不跟丁总一屋，跟丁总一屋哈受罪。丁总，我终于给你分开了哈。我是不想跟你一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倒什么了哈，光起来光蹦的。行了，咱中午还喝点吧。我不喝了吧？不是，你那个还酒拿了吗？拿了呀，马上出来，少喝点吧。你给大杨喝。不是，你中午不喝，自助餐怎么喝？你不运动吗？喝，必须得喝。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哦。这个房间非常有艺术气息哦，哎，你看后边这一条腿儿哈，这边是浴室，这应该是免费的哈，免费的。这边有个大非常大的阳台。有句说句的哈，我非常欣赏这个沙发。这个沙发有什么好处哈？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可以上这上面睡。俺给大家一带好特性哈，哎，一下飞机以后哈，俺上房间就换一个，真舒坦。结果今天人家又发了一双，哎，这双也是非常漂亮，非常哇塞，比我那双还好哈。就说这很考官方考虑的，是非常到位啊。什么？你在那儿去？还有一件事哈，就是入住了以后哈，发现那么一张纸，这张纸哈上面是写什么哈？大刘学友日常，说那个儿女双全，哎，信心满满，大刘急需宠养。准备去吃饭了哈，这带这个酒哈，都弄俺这房间了。不，你带两瓶还？不是你就一看怎么弄？一看咱这酒鬼嘛，人家这我这酒鬼啊！你得光看这些酒吧，还那不是酒鬼是？不是，咱就这一天吧，好点的，咱留着找点人，咱闹着吧，咱今天。你别给大哥过了，走，上大哥房间过来看看啊！老哥，哎，大爷，这不一样的吗？大哥，我先参观一下啊！啊，哟，谢明，你游泳池在门口哟，家里头你看，嗯。第一就是好，俺大哥来，你没有，俺呢？你没有，俺没有。那个，你脱衣服不穿衣服下游泳馆？我知道收费，游一下二十。啊，大哥，你征用了哈，就是公用的，这是咱公用的。不行。哎，你那会儿我得去。就洗一下二十，不能脱灰。哎，这个。到自助餐厅了，不知道吃什么好呢。那点芝士海鲜，那点米。都什么了你？来给倒水的，倒杯水，倒杯水吧。真假？真的。真事的吗？真事的啊！来，真假？真事的。真事的，来。我问。你问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我太多了，少来点。啊？你别少来点了，别控制了。哎，你别控制了，你得到哪去了？扯淡。我先喝着点哈。喝口吧啊。然后我不想喝。我问我在房间里弄来点。大家人，这次哈就是可选的菜品不多，那个人还没来齐哈。
咱家尝口这个面吧，水吧哈，水的味道哈，我挑的不行。尝下米，打上米不好吃，我感觉这一盘能做。加上从现在开始哈，你帮我吃这个。我不吃，我一点不吃，我吃完吃红烧肉。我作为一个能吃饭的干饭人哈，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个月没吃自助餐了。应该是从广州吃完自助餐以后哈，就没再吃自助餐。这个今天这个菜不齐全，我就简单的哈，意思啥就行。等到菜多了，人上来以后哈，我哪天我陪一起，我就来自己吃自助餐，我看我到底能吃个哈。这个自助餐，你就上来头两天吃上还能行，叫你天天吃自助餐，你就吃够够了。来，嗦了一口吧，嗦水嗦水的。嗨，丁总，来给你敬个酒。来吧。还能是？来，丁总，来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。来嘛。虾，小绿子，虾。我不吃。我一个也不吃，来喝吧。酒喝嘛，喝完我接着吃什么吃？早上就结束吧。这个来到这哈，就是吃好喝好玩好，最主要是玩好。咱不能闲着。我是昨天晚上没睡好了，我今天回去不一觉了。我前天晚上你应该知道，睡三小时，昨天晚上又睡三小时。就是我一换一个地方哈，就是重新审一次。来吐，结束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吧哈，喜欢的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拜了个拜。你呢？我已经一块儿啊。来，一二三，拜了个拜。拜了个拜。一块儿呢？来一块儿，一二三，拜了个拜。拜了个拜。来一块儿，一二三，拜了个拜。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一块儿来，一二三，拜了个拜。这个嘴得别打，知道吧？叫他听话，他就不听话。